是用高粱啊？消毒水。哎，高粱。高粱是消毒还是灌高粱？灌高粱。灌高粱啊。进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钻一个洞，在比较竹腔的比较上缘、比较上端的地方钻一个洞。对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力道要刚刚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利用这个针筒哈、哦，那么吸取我们的这个酒。那这个酒的话呢，我们现今呢使用的是台酒啊、哦，高粱酒。那么它是58度的，然后从这个刚刚的这个钻孔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注射下去，啊、哦，灌注。38，高粱酒，这次是使用的是我们台酒啊、哦、公司出品的高粱酒。好、喝三杯才知道味道，一杯还喝不出来。怎么样？哇哇哦，有那个竹香的味道。这个是放58的吗？哎，对，58的。所以那个反而高粱的那个被稀释掉了，就有那个竹香的味道。对，这是酒鬼的。